其上即是中人，内心各荣幸。朝晚拍拖心亲热，相亲相爱共信任。提及爱念讲婚姻，第一次情恨。他说道聘金十多万，迫于舍弃共泪盟。终其相识意中人，又感觉荣幸。终于他自处识物，煮餐洗烫尽声吟。提及爱念讲婚姻，便知再成恨。他说道永不料理家务，迫于舍弃奉女盟。相识意中人，纵他歌渐吟。许鬼马受正又蛊惑，一生揾我做斋饭。提及爱念讲婚姻，第三次成恨。他说道阿妈未准家事，迫于舍弃奉女盟。要行相识意中人，大家正平衡。品性了解又悭俭，心心相印互信任。诚实爱念讲婚姻，或者有缘分。先努力去运多啲金，日子相定奉女盟。